Was machen wir morgen? Morgen wieder Schlitten fahren. Mit wem? Mit Mama, mit Papa. 4, 3, 2, 1, los!给你们看一看，这是亲子酒店，这是 Junior Suite， 两个房间。你们看，在这里，小朋友可以睡在这里，小宝宝也可以睡在这里，好可爱呀！这是可以泡澡用。噔噔，还有个小桌子，水果、水都有。哎，这是大人的床。不得了，看一看阳台，这是我们的阳台。你们看，宾馆后有个花园，这是都是小朋友用的，小朋友可以玩。你们看那个，这里有个 trampoline， 这里有个 rutsche， 都挺好玩的。Hast du die Rutsche gesehen, Lea? Freust du dich auf die Rutsche?是 all inclusive， 早饭、中饭、午饭、水果汁、酒，都是包括在内，带着小孩就特别方便。巴伐利亚的风格，对。莉亚，你在干嘛？莉亚，你干嘛？你要洗洗手吗？洗手。这种亲子酒店设计都很人性化。打开。莉亚，你要不要吃蛋糕？吃蛋糕。吃蛋糕。莉亚，来吃。哈哈哈哈哈哈。肉还有鱼，是鹿肉、土豆，还有猪肉，是 Schweinefleisch， 还有这个是 Schweinebraten， 好吃的。这里还有汤，自己可以调材料。你看，这是奶酪，这是 Pizza， 还有沙拉，德国人特别喜欢吃沙拉。是甜点，是 quark 巧克力，里面有葡萄。亲子酒店最后的是有个 kinder betreuer， 如果大人要玩，他们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This is a happy club. Yeah.大人可以去滑雪，小朋友可以自己在这里好玩。每天有普通的补课，可以画画、拼图，还可以跳舞。这里都有小孩的喝的水，可以吃吃苹果、橘子、橙子。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阿姨带孩子去吃饭。总的来说，亲子旅行大人也好玩啊。今天晚上有小朋友的 disco 给你们看一下。Was machen wir morgen? Morgen wieder Schlitten fahren. Mit wem? Mit Mama, mit Papa, mit Alexander. Wer noch? Mimi. Oh, Mimi hat auf dich geworfen, Mimi. 今天我们要去 Schlitten fahren. 你们看，这是宾馆的 Fuhrpark， 都是 Schlitten， 一二三，很多都可以自己拿。不要钱的，这个也非常方便，
这个你可以跑步去，跟孩子跑步。Let's go, come. Are you ready? Wer bist bereit? Ja! 5, 4, 3, 2, 1.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不需要去锻炼我的肌肉。Hat Spaß gemacht? Ja. 我觉得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哦，你们看，现在那些云都黑了。我希望明天还有下雪。现在我们去吃饭。你要喝什么呀？这个黑白子吧。我靠，这么冷的天，你坐在外头喝冷喝啤酒？喝黑白子就身体都暖和了。神经病，我走了。对的，对的。德国人非常喜欢滑雪。哇塞，你们看，山顶有很多雪。在滑雪的地方有蓝色、红色、黑色。蓝色太容易了，家人都可以滑。红色有点时代了，黑色只有滑雪家可以开，小心吧。现在我们爬上去，给你们看一下。红色的路，这么style，你们看，哇！哇，我到了山顶。妈妈在宾馆带三个孩子，呼，好厉害 ，respect。现在我要看这边，你们跟着我好吗 ？Let's go， 非常非常style，看一下，可以过去。我觉得特别好玩，莉亚也非常喜欢。你们看，她现在睡觉了。你们也非常喜欢这样跟孩子们旅行吗？下次我们可以去体验更多的亲子酒店。拜拜。